这节咱们讲一下这个豆娘的画法。先画头，然后这个胸背，然后尾，注意尾部这个曲线变化，不要画得太生硬，然后画它这个足，足要细一些。一般这个豆娘就会落到像这个荷花啊或者荷叶上面就可以了。这个画完以后，咱们画它翅膀。画翅膀的时候，这个颜色要淡一些，不要太浓。画翅膀的时候，这个落笔一定要成形。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